板好不好？老板娘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先跟我们线上宝宝们打个招呼。Hello。天哪，哎，我们刚看到就是大家都说，天哪，那个肉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然后这个答题是什么？上肩胛肉。那跟我们一般吃的梅花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它就是梅，上肩胛肉就是梅花猪，就是梅花猪，是不是？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我们先来马上涮一片让大家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个涮肉有什么诀窍吗？嗯，我们就是会用一片这样子，一片，对。然后就是算，我要算咯，我要算咯，大家可以算几秒，还是就是放下去就好了。我放下去，然后放上去，它变粉红色的时候就可以。粉红色，对，它就是最嫩的时候。灯辉哥是不是想吃？哎，我刚才好像吃不够，对，你是不刚才那边的火没有那么旺，啊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就在吃一块。我就看你在旁边一直很想吃，但粉红色再算一块，来来来，我来来来，在 FB 上所有的朋友想要买，赶快喊加一，快点。欸，来，这个是真的好吃。我出外景的时候，我们整锅客掉，我没有骗你。是，摄影大哥，你自己是在现场，你是不是？哎，欸，你刚刚会跟你等一下留一片给我，我先多算几片。哇，真好吃哦！哎，要去哪里买哈？对呀，啊，老板，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说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没有抽到的话，要去哪里吃？我们是在高雄，对，我们是在高雄的大锅头。然后我们目前有两间分店，一间在高雄市古山区庆海路201号。哎，我记下来，赶快。然后另外一间是在三民区的文滨路31号。赶快记下来哦。如果我没有办法到高雄，可以宅配到我家吗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宅配。真的假的？只有你。大家。如果想要抽到的话，我们今天老板娘送好多东西给你们，对不对？记得帮我们 hashtag 17去郊游狂吃猛送 A 好康，我们有送很多，有送天使红虾，对，有天使红虾。不好意思，现在看直播可不可以再送一下？对，刚才是送给大家的，有你现在有在看直播可以再送。好，你现在在看的可以再送一个吗？再送一个。剩20秒，剩二十秒，再加两分。成功。OK， 好，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，好不好？第二现场马上回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